诸位传统文化的同道，大家吉祥。啊，我们昨天啊谈到第13句，啊，我们先再念一下经文啊。仁者在位，而仁人来。义者在朝，而义事治。是以墨子之门，多勇士；仲尼之门，多道德。文王之朝，多贤良；秦王之庭，多不祥。故善者，必有所主而治。恶者必有所因而来。夫善恶不空作，祸福不滥生。唯心之所向，志之所行，而已矣。好，我们这一段教诲啊，念下来，首先呢，想到了《易经》啊的一段话：“方以类聚啊，物以群分。”俗话讲的“龙交龙啊，凤交凤”，老鼠的孩子啊会打洞。有些俗话呢，其实听起来挺亲切的。这个比喻很容易了解。所以我们这个单元呢，叫知因是果。佛陀所讲啊，一切的事啊。都不出因果二字，深信因果了，我们会为人生呢负起完全的责任的，不会把责任呢推给他人了，推给境界了，就像中庸当中提到了射箭呢，有蕴含了君子的修养，射有失乎君子，这个箭射出去了，没有射中目标啊，那是自己的射箭的功夫不够。失诸真骨射出去没有射到目标了，反求诸其身，反省自己的技术能力不够，不能射出去，没射中目标，开始首先想了，今天风太大了，不然我可以射得很好的。是因为这一支箭呢，它这个公司啊，品质不是很好，或者是这一支弓，品质不好，这箭往外推了，这样的心念呢，就不是君子处世之道了，所以君子处世之道。在白鹿洞书院的他们的所奉行的规条当中呢，其实这个也是依据这4500年前呢
老祖宗就是这么样教，一直传到现在的。教的是什么呢？五伦大道。人无伦外之人，学无伦外之学。真正学问呢，展现在五伦的相处当中。这是学习的内容。学习的次第呢？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呢是解，笃行呢是行。所以佛家强调解行相应，儒家在中庸当中也是展现了学习要解行相应。英雄所见的大略相同。在笃行当中首先是立身，再来是处事，处理事情。第三是接物，接物就是跟人的相处。立身呢，教导我们言忠信，行笃敬，代表一切言行要忠信，要恭敬，就是要真诚恭敬，对一切人事物要真诚恭敬，还有用真心，不能用妄心，不能用感情用事，意气用事。立身里面一开始就教我们用沉静心，再来忿忿，不嗔，自欲不贪。儒家跟佛家都一样的，千善改过，不愚痴，三善根呢，不贪不嗔不痴。处事呢，就一句话，哇，你看处理事，事那么种类那么多老祖宗就一句总原则，就是要道义，不要功利。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人真的出发点都是道义啊。那首先呢，他的动机不会偏了。再来呢，他重视道义了，就像我们今天这个句子呢，义者在朝而义是治。他一切都存是道义之心啊，他会赶来志同道合的人来做事情。这个是处事。再来是接物，跟人相处两句。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我们刚刚说射箭呢，就教我们这个心态了。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探讨这一句呢，我们从此刻开始，我们在思维事情的时候，就是从根本，
这个我所有的这些人事境缘呢，物质环境、人事环境，都是我的心感召来的。这个不能怪其他的人了。哎，我们从此刻开始都反求诸己呀。哦，那这个就从根本修了。根本就是自己的心。因报随着正报转，正报是我的心啊，因报是我所处的一切境界呀。我们只要不起这个念头啊，就会着相了。因为起这个念头是向内呀，反求诸己呀，它不向外了。一向外，你就着相了，着相就不是真心了。我们学传统文化，最重要的就是学会用真心了。真心是什么状态？《金刚经》上说了，因无所住。因无所住啊，就是清净的，没有执着啊。因无所住啊，就是空寂了。佛门常说，真心就是寂而常照，照而恒寂呀。这真心的样子啊，古人又说用心如镜啊，我们看镜子很清净啊，空寂啊，镜子里面没有东西啊，哎，没有东西，哎，是不是应无所住啊？可是镜子随时都照得清清楚楚啊，而生其心啊。照得很清楚，但心是清净的。所以这个，假如我们向外着相了，是谁谁谁的错了，这个心就不清净了，不空寂了。那看什么事情啊，也看不清楚了。比方说有贪爱了，那有贪爱啊，那你喜欢的人你看不清楚他了，你讨厌的人你也看不清楚他了，就像镜子的镜面当中啊，污染了。照东西啊，照不清楚了。你把镜面再擦干净啊，就把这个爱真心放下了。它还是可以再照得清楚的。所以不能向外执着，一着相了，就有住了。一着相了，贪嗔痴啊，就跟着现前了。那我们现在说完全贪嗔痴都不现前了，不容易了。可是我们现在警觉性高了，贪也要起来的征兆了，自己察觉了，阿弥陀佛，把这个贪欲啊调伏了，有点情绪要上来了，赶紧阿弥陀佛。当然默念，不然你常常在亲朋好友面前嘴巴一直动，到时候人家理解不了，以为你学了之后是不是有点怪怪的，
做什么事情呢？总要能体恤到别人的状况，替人想，不要造成人家的误会了。好，所以这一句让我们呢体会到一切人事境缘呢是自己的心感召的啊。所以这里具体啊举的例子呢，这个墨子之门，墨子的门下都有事。因为墨子是摩顶房种啊，为天下先呢，就他为了帮助天下人呢，自己再怎么辛苦啊，他都愿意。那你看墨子感召来的人呢，都是勇于承担的人呢，牺牲奉献的人呢。那孔子的门下呢，他赶来的是道德之人呢。尤其我们看那个子路、明子谦、曾子，哇，都是至孝之人呢。那孔子有这么高的成就，他也是不忘他父母的恩德啊。再来，文王之朝多贤良。文王一心为百姓着想，他感召来的都是一心为人民的人。这个文王有一天呢，走在路上，看到旁边有骨头没有埋葬好，他很不忍心啊，就吩咐下去了，赶紧把这些骨骸啊安葬好。旁边的人说：“君王啊，这个又不是你祖先的骨骸，你干嘛要埋啊？”他说：“我是国君呢，所有人民的祖先，那我都有责任要恭敬啊，要照顾好啊。”就交代下去，要埋好了。其实我们人呢，在修行呢，最重要的就是修啊，把分别心呢放下，执着心呢放下。这叫修行了。有一句俗话说：“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啊。那这一念是不是分别？分别呢？我的、他的，一分别，分别了我了。我要贪，贪就是执着了，一起分别再发展就很容易执着了。哎，那假如不分别呢？我跟他不分别呢？那烦恼就减一大半了。像我们在教书比方说今天看到一个小朋友他挺调皮的就起个念头了，哎呀，不教他好了，气死了。突然转个念了，他假如是我儿子，我教不教啊？好像心境不一样了。那假如把天下的孩子都当自己的孩子，你不分别了，那可能你现在觉得是
是挑战，是困难了，你这一念转过来的不是了。所以这个学生还是这个学生，为什么你不觉得是困难的？所以困难不在境界上，困难在自己的念头有分别，有执着了。所以禅门的公案说了，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是我们自己的心动了分别执着了。所以《无量寿经》说，于诸众生示若自己了，就没有分自分他了，就只是一心去付出了，他就没有那种分别执着产生，没有那些烦恼产生了。所以文王他面对这些骨骸，他也没有去分别。后来这件事情传开来了，老百姓听了就说了，这人文王的仁慈啊，可以为骨骸着想啊，叫埃及枯骨啊。连死去的人的骨骸他都这么关心爱护了，那我们这个活着的人他怎么不照顾呢？哇，那个一件事情啊，那老百姓很感动了，他很有人心呢，仁爱的心。那大家想啊，当时候的这些有道德的人听到了这个情况啊，他会不会主动啊，要来协助文王呢？所以他自己德行做出来的事情啊，就会感召志同道合的人来了。所以有德持有人呢，你看大学说的，有德持有人。有德了，他感召人来了。有人持有土啊，你有人啊，大家同心同德了，去做一番事业啊，在古代就是你有一方的土地了然后开始了在这里照顾好百姓，建立国家了，有土。在现代呢，你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做一番事业了，这个就是土了。做事业也是为了服务社会嘛，每一个行业都是服务社会的。你再拉回来更小的家庭，这个我们最近学习夫妇相处是吧，谈到这个诗经一开篇第一首诗，这个是周南的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啊。这个是谈的是文王跟太姒。这文王他最重要的是什么？他有德啊，希望把国家照顾好，人民照顾好，他有这个德，所以他知道要找一个很好的另一半
来做这一件事，他是用德来感召另一半哦，他不是欲望哦，不是说哎呀，我要找那个很漂亮的，这个动机都是欲的。你是这个动机啊，那你就招感来，啊，就是长得很漂亮，也是重外貌、重欲的人，这个以色交者啊，哦，那花落而爱语了，哇，你的动机是啊，要很漂亮的，那人会老啊。哦，而且你这个很爱漂亮的，啊，这一颗心啊，会不会？啊，我很爱漂亮啊，啊，我就停在这里啊，我就爱这个水准就好了，我都不动了。哦，那这个人也很有定功了，他的心可以定住了。一般你很爱漂亮，你是越贪漂亮。它就增长了，你要不增长啊，要不这个贪慢慢减啊，哪有定在那里的？所以现在为什么离婚率那么高啊？原因在哪？啊，原因在这个找对象都是看漂亮的。哦，那他结了婚以后了，那他还会接触到其他的人呢？其他的异性啊，一看哇，他那个欲又起来了，那扶不住了。这社会的根源问题在哪？这个我们自己得要看清楚啊。风气都偏了啊，因为都没有学过《诗经》啊。尤其没有学过第一首诗了啊，啊，所以啊，还是我的责任啊，我们学传统文化的啊，教学为先呢，要多去弘扬啊。所以这一句《大学》啊，有德持有仁呢，还用在家庭里面。你有德行啊，你感召好的另一半啊，一起来尽孝道啊，把祖先之德传承下去，承先启后，把下一代教育好啊，教出啊可以为正法久住、为苦难众生的孩子。这两个人是志同道合了，有德持有人，有人持有土，他组织家庭了，有土持有财，这个财呢，首先恶人同心，其利断金了，家业就发展起来了，再来这个财还出人才，夫妻和和了，这个孩子。在这种家庭氛围成长健康啊，有才持有用啊，产生什么作用呢、啊？哎，取之社会，用之社会，喜欢布施了，啊，培养出来的孩子不会占为己有了，啊，让他去利益社会，利益众生呢、啊。好哦，我们看这经典里面的句子，小到个人身心家庭，大到团体，这些义理都是小大圆融啊，所以我们得自己啊，多去体会啊。好，所以从根本思维问题啊，希望。有好的对象呢、啊，首先是在自己的修养上下功夫，这个才是君子务本的、啊。
你才能感召好的另一半，叫方以类聚嘛，物以群分呢。大家有没有遇过啊？适婚年龄啊，在找对象的人啊，然后他跟你说，我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提升我的道德。大家有没有遇过这样认知的年轻人？还是他每天心都很浮动啊，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到处往外看啊，到处相亲啊，到处患得患失啊。那假如是这种状态啊，那这个要提升自己就挺困难的。不能向外求啊，要向内求。好，那我们呢，来了解一下呢，文王之朝啊，多贤良啊，他是用怎样的修养来感召这些贤良呢？啊，168页，194句。经文啊，我们看一下啊，文王好仁呢，啊，文王喜好啊仁德，故人兴呢，所以仁政呢就兴起来了。因为一切法从心想生呢，他的心仁慈了，那他所推行出来的制度，都是从他的心去思维的，去规划的吗？一个仁慈的人设计出来的制度会很刻薄吗？不可能嘛，心行一如啊。那他得道世人呢？得世而敬之，都能够尊重他们，因为这些世人，他代表文王啊，去爱护百姓啊，他会用这些人呢，他很希望百姓好。这些人都去爱护百姓，那人王会很感激这些臣子啊。那文王很尊重他们。那这个我们说，敬人者人恒敬之啊，他这么尊重这些读书人呢，那读书人当然也尊重。文王，我们举一个例子，大家读过《出师表》没有？这一篇文章里面呢，诸葛孔明就是士人啊，他是读书人啊，他是卧龙啊，他住在简陋的房子里面呢，道德学问很好啊。但有道德的人，他不会标榜自己好了，他在等待机缘呢，他在《出师表》里面说到了，臣本布衣啊，我只是个平民老百姓，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问答于诸侯啊。他所处的是乱世啊，只求能安身立命啊。但是先帝，这指的是刘备啊，先帝不以臣卑鄙啊，没有嫌弃我啊，委自枉屈啊，三顾茅庐，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啊。
知诚以当世之事，就是请教孔明了，现在天下的局势是这样的，应该怎么做啊，对百姓有利啊。那这个是知遇之恩呢，刘备非常信任尊重他。哦，那个读书人被人家一尊重，被人家一理解了，要报这个知遇之恩呢。由是感激，感激啥？这个刘备都还没有俸禄给他，他感激什么？感激知遇之恩。哦，所以你看，文王得势而敬之啊，恭敬他，则事用。是读书人被尊重了，他会啊，尽力啊，来付出。跟着这个领导人一起啊，为国为民，这则适用啊。所以遂许先帝以驱驰。哎呀，这个孔明那时候才20多岁啊，一出来面对的都是危难呢，受这个。遂许先帝以驱驰，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中，他都不退缩。好，那而且用之有礼义，文王啊，用礼义的态度啊来相待，礼者敬而已矣啊，就很恭敬他们。那恭敬不是嘴上讲的，哎，接下来是他那恭敬的行为表现。哦，还有义，很有情义啊。哦，这个君臣之间很有情义啊，很有恩义啊。哦，所以上则恩赐有加。就军人呢，很照顾这个臣子；下则鞠躬尽瘁，啊，这个臣子感这个恩德，啊，鞠躬尽瘁啊，去付出。好，所以说故啊，不自其爱敬啊，则不能尽其心；啊，则不能尽其力。则不能成其功，所以这一句话读出来啊，那就是你领导者对下属的爱敬心，自然就感得下属啊尽其心尽其力啊，之后君臣一心啊就能成其功了。所以你不对这些读书人爱护尊重，就不能得到世人的信任、信心、忠心。那他们的心也不安呢，那心不安，他怎么去发挥啊？甚至于他还担心啊，那伴君如伴虎啊，啊，我会不会有生命危险？那他还怎么做事啊？那你爱护尊重他们呢，他们的心安呢，他能安心做事啊，他能尽心竭力发挥才能，全力以赴，那这样就能成就国家的功业了。好，故古之贤君于其臣也，尊其爵禄而亲之。这个不只是文王啊，这文王他们也都是承传这些先王的德行啊，
就像孔子说祖述尧舜的，我们读书人的态度都是有志气的哦。啊，我们前面这些古圣先王圣贤人就是我们的榜样啊，无念而祖啊，欲修觉得效法他们。所以这些为君者、为领导者，他都是要想着啊，以这些先王、圣王为榜样啊，圣王、先王会怎么做，他们就这样去思维、去效法。那我们现在学传统文化了啊，一面对事情啊，常常要思维。孔子会怎么做？佛陀会怎么做？真的养成这个习惯了，就不容易啊，随顺习气去做事情了。好，那这些贤君呢，对待大臣，尊重他们的官爵俸禄。就照顾好他们的家庭，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啊！这个是爱护他们的具体的表现呢。而亲之啊，就是这个就是爱护他们。疾则灵视之无数，疾是生病了。大臣生病了，多次亲自探望。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了。唐太宗，魏征生病了，他多次去探望。结果他一去探望，哇，魏征的家连个客厅啊都没有啊。哦，他很难受啊！他本来在建宫殿呢，马上交代把那些木头全部都给我拿过来，帮魏征盖一间像样的房子。结果很遗憾呢，房子还没盖好啊，魏征走了。所以这个是疾则灵视之无数。结果魏征走了，接下来讲了，死则吊哭之啊，魏之服西吹，而山林其伤。这个大臣去世了，去吊唁了，很难过啊，忍不住流泪啊。而且还为了大臣呢，穿戴细布丧服。而且三次清零丧葬，当然也是啊，这种真情的流露啊，这种君臣的情谊这么深呢、啊。突然走了，哎呀，不适应啊，就慢慢慢慢缓过来啊，所以古代那些为什么丧礼有那些步骤啊，让他慢慢习惯这个亲人走了，你一下就把他去拿去葬了，他缓不过劲来啊，要慢慢让他接受这个事实。所以古代这些礼啊，哇，那真的是体恤人心人情啊！你越了解，越感佩老祖宗的文化。好，那未练不饮酒食肉，这个大臣去世了还没有入殓以前呢，君主啊不喝酒吃肉啊。
位上不举越。这个大臣还没有下葬前呢，君主不奏乐娱乐，都是还念着这个大臣，根本做不出这些事情来了。所以魏征去世了，唐太宗太难过了，五天不上朝，上不了朝了，一想难过了。你看这个君王啊，对这个臣子的情谊这么深呢、啊？你说这君王一家的人看到了，能不念这一份恩吗？哎，其他的大臣看到了都很感动啊。所以当宗庙之祭而死啊，谓之废乐。啊，这个大臣离去呢，正好是宗庙祭祀的时候啊，那也为他免奏宗庙祭祀的音乐。啊，所以故古之君人者，于其臣也，可谓敬礼矣啊。古代这个君主啊，对他的臣下，这些做法呢，可以说是极敬到啊礼义了。故臣下莫敢不竭力敬死，以报其上。这臣下的内心啊，感这份恩情啊，他就会尽心尽力啊，鞠躬尽瘁啊，来回报君主了。所以这个都是君人自然坎德的臣忠，所以这个不是要求来的啊，是真心互相的交感啊。所以我们再回到十一页，文王之朝多贤良啊，秦王之庭多不祥啊，因为秦王好战啊，发动那么多战争呢、啊，光是面对赵国，坑杀几十万大军呢、啊，所以秦王这样的心境呢、啊，他的朝堂赶来的人杀气都很重啊，多不善的人啊、哦，所以从前面的这些例子，真实的人物啊、哦，总结到了啊、哦，善恶不空作啊，善恶呢不会凭空发生啊、哦，祸福不滥生，祸福也不随便到来，唯心之所向，志之所行而已，都是人们自己的心灵所趋向和意志啊所实行的结果，其实就是他的心智所感召来的结果。我们接着看第十四句，山自其高而云雨起焉，水自其深而蛟龙生焉，君子自其道而德者流焉。夫有阴德者，必有阳报，有隐形者，必有昭明。古人呢，要开解一个道理啊，他
他很会用譬喻，所以一开始就是譬喻了。那山达到一定的高度了，就会兴起云雨了。哦，因为你山很高嘛，这个云飘飘飘飘飘就停在这里了。你就是个小丘陵啊，那云你也不可能停在你这里了，哦，那假如我们度量不大了，那你怎么可能感召为天下苍生的人才？不可能的，啊，来的还被你嫉妒，还被你陷害，他都赶快跑掉了，所以。自其身，水达到一定的深度了，就会有蛟龙出没了，所以是自然发展的啦。好，那君子能够自其道，所以这个才是他要彰显的道理了。前面两个是譬喻了，君子能够达到高尚的道德品性了，修养了，好，那德则流焉呢？他的仁德恩惠，自然就会流布到四方去了。好，而当他这个恩德流布到四方，那他也会赶来很好的果报了。哦，所以接下来讲呢，有因德者啊，必有阳报。这个因德就是帮助众生呢，没有去张扬。默默的做，那就会感召来明显的回报。我们这个举个例子，江西临川有一个人叫周元，他有一天上山采茶了，结果走的过程呢，哇，流了不少血。他当下心里想啊，哇，这个荆棘长成这个样子，路过的人假如不小心啊，很容易受伤。他忍住痛啊，把这些荆棘啊都把它处理好，不希望下一个人呢又受伤了。好，我们读那个殷志文的时候有读过啊。埋蛇降宰相之容啊，这个指的是孙叔敖啊，孙叔敖啊，在座有没有姓孙的同修啊？你们很可能是孙叔敖的后代啊，因为孙叔敖那个地方啊，都说啊，看到双头蛇的人呢、就是不能活了，就没命了。真的，孙叔敖看到双头蛇了，那他不希望其他的人再看到啊，不然就会有凶灾了，啊，要把双头蛇埋掉了。结果回到家，他就很伤心了，因为他觉得他快死了。他妈妈一看你怎么了，他就把这个情况告诉妈妈，妈妈也是深明大义的人，别担心，你这样的心境是有后福的，他为人想，最后做了楚国的宰相，所以这个人他把这些荆棘啊把它处理好，不要再伤人了，结果处理处理啊，
就发现那个荆棘底下有一锭金子，一锭黄金啊。结果呢，他就可以做小本生意的能力了。他3年之后啊，就致富了。所以你看他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没有其他的人知道啊，没有人看到啊。这个是有应得者，必有阳报。他发自真心啊，你看他那个回报就很快了。这个故事啊，在师长印了很多的《道德丛书》里面。这里面的故事啊，都不会太长，但是都是很真实，都记录得很清楚啊。像另外还记录了有一个名医叫周月窗。那他行医家里的人又请了仆人来帮忙他的仆人当中有一个人名德，可能就叫周德吧。结果这个仆人呢病得很重他自己是中医一把脉，这个活不了几天了。那赶紧让他回家去，最起码呢走前呢见见父母家人。结果这个仆人要走了他也很有仁德就给了他不少钱，希望他带回家去了。结果这个仆人呢在回家的过程呢就遇到人家夫妻有难在家里欠官钱呢，得把太太卖掉了去还呢。那这个先生很痛苦啊，他自己这个大男人就要搞成这个样子，他心里也想这个事情处理完了他觉得自己没脸做人了，要去寻短了。刚好被这个仆人碰见了，他就把他的钱呢都拿出来帮忙了。后来回家了，回到家呢，身体很快就好了。好了之后，又回到这个名医周医师这里来了结果他一回来这个周医师一看，你怎么还活着？再给他一把脉，哇，你身体怎么状态这么好啊？所以他就感叹了。他了解完，原来他救了人家这一对夫妻了。这个医生呢，感叹了。阴德动天呢，做的这个阴德事感动上天了，五脏力变，这两个字用得好，力就是立刻，马上就变了，五脏力变了，这个不是我的医术能够理解的，我们听了这些故事这个身体健康能不能转变呢？决定可以变的。所以师长常常勉励我们弟子们，你真正一心为众生呢，你没寿命呢，都能变长寿。因为这一念心呢，就能积很厚的福德了。君子一念，已在万民了。君子一念，
已在正法久住，已在苦难众生，所以都能延寿，都能改命。这些事例啊，确实很多啊。包含我们很熟悉的一个小沙弥，寿命也到了，他的师父已经呢正果了，一看，赶紧让他回去了，最起码在父母的身边走了。结果后来，这个小沙弥又回来了，他也很惊讶。一了解，这个小沙弥回去的过程遇到大雨，有一窝蚂蚁啊，眼看就要灭顶了，他把袈裟拿下来，救了这一窝蚂蚁。所以必有阳报啊，很明显、很立即的回报。下一句啊，有因行者必有昭明。有隐行者啊，他有人所不知的这些高尚的品德的人呢，他日后啊一定会有很显著的名声。这个我们最熟悉的祖师印光大师他在70岁以前呢，没有人认识他，但是他的德行已经是得道的高僧了，所以他真正接触大众才10年，70岁到80岁，但是他人家是认定他300年来第一高僧这个叫必有昭明了，叫厚积薄发，这个是印光祖师给我们的榜样不要急着 要表现什么厚积真的有因缘了，自然佛菩萨会安排所以六祖大师在猎人堆15年了，机缘成熟了，他就出来，一花开五叶禅宗啊就大兴了。好，今天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谢谢大家，阿弥陀佛。